如果坐过来之后，可以，我下去可以，对。那么第一季还是第二季？好隆重哦！现在都这样子。第一季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怀孕了。真的要参加第四季的那个？没有啊，他们有盛情邀约。这一季就有邀吗？其实每一季都有。我真的会怕受伤。对。怕伤到哪？伤到脑，我说怕伤到哪边？哪边哦？伤到男人的自尊，不是，伤到膝盖了。对啊，我一直膝盖都是一个大问题。现在还是？现在还是，我要需要做很多定期保养的状况这样子。是会定期复回诊，是不是？要打一个那个自体蛋白。可是你不是已经开过刀了？对啊，但是因为开完刀之后，它会有退化性关节炎的问题，所以你必须要不断的去调理它，包括它会长骨刺那一种的，所以要很注意这样子。那它是不能运动过度的吗？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去一定会非常投入啦，你很难就是随随便便轻轻带过，因为以往参加过类似的节目。一开始大家都说啊，我们轻松打打球就好了，没关系。但到场上，哇塞，每个都是猛牛，那个真的是怪兽这样子，每个都拼的跟什么一样。而且我听说好几季他们其实自主训练的很勤奋嘛，所以就有很多人受伤这样子。那如果你自己觉得参加比赛哪一项项目是你自己？我喜欢射击。就会射，你真的很会丢梗，对，不然会很无聊啊。但是我射箭那一类，我真的是蛮，因为我去夜市，我都是挑那个项目来玩。对，就都带很多娃娃回去。对，很喜欢夹娃娃，很烦。很会射就对了，你会玩手枪射这样。我就不接这个了。我觉得夜市有手枪的，夹娃娃跟射击都还蛮文雅的。拿手枪可能就有点过头。那你看准度都是百分百？几乎哎。眼力还蛮好。那你觉得体力？你虽然怕受伤，可是你现在体力是 OK 的吗？可以。我真的可以，因为我在参加那个选秀会的时候。我其实有跟着选手们一起闯关，那他们是一组一组过嘛，我是每一组都跟，他们闯了半死我还好，所以我发现体力还是蛮好的。他还有讲到说小田是你的粉丝，是有什么样的互动的？他自己跟我告白的，可能是某些私底下的场合的时候，他有说他有在关注。我的一些可能作品之类的吧。生日快到啦，有什么要庆祝的吗？计划？没有哎，都没有特别，都没有特别。会期待朋友给你惊喜吗？不要再红布条了，我快受不了了。今天应该是我忍耐极限最后一条了。想要买什么给自己啊？或是喜欢买东西？我有喜欢买东西吗？还是买一组 BB Lab 自如？还是家里有缺什么？之前不是都买一些家具？我们都那个，我们都知足常乐。屁！你不是买过车吗？车谁没有买过？告诉我。我啊。你为什么不买车？有人在吗？你没有钱吗？是吗？啊、二手也可以买啊。哦。我们也都不会排斥二手车。可是你是买名车哎、欸。没有啦，真的还好，真的还好，不要乱讲。国税局要来了。那你今年生日到底要不要买礼物啊？送自己？我真的没有想哎、欸，我现在完全没有想。但我经纪人自己买了一个手表。他自己，他不是要送我的。
他自己开心的。我最近对物质的欲望非常低，对。为什么突然这样子？有突然吗？应该是一阵一阵的吧。哦，听到这个跑车的声音，可能等下就会开就是去买一台。你也没有约朋友聚会？有聚餐啦，但是没有主动。对，今年应该目前确定的就跟陈哥去吃饭。对，刚好是跟谁啊？那个泽兴哥好像也是最近生日，所以我们就一起办这样子。然后每次吃很平价的烤肉。你有觉得36岁跟好像跟36题很像，跟突破35岁感觉不一样？什么意思？就36岁即将满36岁。对啊。对。那你不一样的感觉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年纪跟形体都是虚幻。什么东西？每一年都有成长啊，对啊，每一年都需要跟去年比去年更不一样吧，不一定会更好，但是一定要不一样，我觉得这样生活才有乐趣。我跟感情不一样，感情你也都做好准备，我就会问啊。没有哎、欸，我说实在没有准备任何回答。感情没有不一样的状态。你觉得我应该适合什么样的人呢、啊？要问你啊，我们等你跟我们说。我也不知道、欸。死会就要跟我们讲。死会是不是？对啊。我现在就没有啊。还是你很期待？我们很期待你死。不然你介绍啊。那你开条件啊。我条件。开条件。我条件还蛮容易，就只要。就是可以愿意陪我一起同甘共苦就可以了。感觉像要结婚誓词。什么东西？有孩子可以吗？哈？很贵哎，负担很重哎。可以先不要孩子，对。你自己有想过要有小孩这件事？刚刚他们都说那个团员就像你的小孩一样。可能他们已经占走了5个名额，太多了是不是，太多了。小孩是蛮神奇的一个生物，它是一种延续的概念啦。但是没有特别会觉得一定要把我自己延续出来，因为我不见，也许我的基因不见得对这个社会是有帮助的。什么呢？我要生气了。今天这个回答，今天的问题我找不到答案呢。你没有换，因为你周遭应该蛮多朋友是有小孩的。对。就是结婚有小孩。对。那你这样看着看着，不会想到说，好想生一个来玩玩，或是看别人养小孩其实蛮辛苦，然后自己其实会害怕，因为我记得我朋友。平常跟我玩手游的啦，或是会出去吃饭或者小酌两杯的，现在有孩子之后完全约不出来了。然后有时候我甚至还要帮他们分担一些，比如说帮他们搬家啦，因为妈妈有的妈妈还就是有妊娠糖尿病这种，其实我都会去帮忙照顾这样子。那其实光是这些我就觉得哇，其实要扶持一个家庭蛮难。所以不会特别有过多的幻想，因为大家都会幻想说有小孩子一家和乐融融的感觉这样，但其实背后的辛苦是真的很不容易的。你看手上蛮多代言，还好，在努力中。向鬼鬼看齐，他说他。目标是12个，对。那今年几？我没有目标啊，我是随遇而安。目前今年目前再加满，其大概5-6个，差不多6个，对啊。但因为你价码比较高。屁嘞！
不一样，人家薄利多销。谁薄利多销？我国呀。确实啊。哦，也是一种方式。而且因为你们本来地位就不太一样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都是好朋友。今年跨年已经接了。两场吗？有确定一场吗？在哪部？目前是确定一场。还没确定另外一场。哦，好。跨年要唱跳吗？没有，我没有歌可以唱跳啊。对啊，我现在是要走那个颐养天年的比较抒情路线啦。对啊，而且风格也不太一样。你自己去还是带小朋友？你就带他们啦。感觉到你要近期都带他们上节目，带他们就是绑得比较深。但是也没有一定要每一场活动都贴着，没有关系，不然会太像爸爸带小孩。我以为你要当老板，那么好。对啊，我以为你要钱。没有啊，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吧？我觉得要做新人要花蛮多精力的，毕竟还是比较有钱，给他们去做就好了。我们约在这里真的是很吵、欸。约在道路。对啊。虾米龙骨。好，谢谢谢谢大家。有腹肌吗？你还需要瘦身？我现在啊，正在朝很明显的线条前进。所以你现在站起来撩起来，我们是看不到。看得到，看得到。那要撩一下。不要。所以目前是这四个确定的，这四个是可以讲的，后面两个是还没有。没有，也就是年底前会再公布。年底前或过年前。嗯。好饿哦。Yeah. 最近就是健身吗？不行，我最近真的是努力在那个瘦身。健身。健身。大概一个礼拜要。你知道健身房吗？对啊，一个礼拜每天去吗？一个礼拜去一次。两天去一次啊。两天去一次。前阵子荒废太可怕了。嗯。你要到什么目标啊？到什么目标哦？可以没有羞耻感的脱衣服。没有羞耻。就是你脱下来会觉得是骄傲的。嗯。现在不行。微羞耻。怎样？你身边有好人吗？有啊，怎样？现在要聊有啊，真假的？还是有一些不错的、啊。是是是，怕你看不上。啊，不会啊，现在只要是人好就好。只要是人好。对啊。感谢。感恩大家。谢谢。